区域的季度销售报告已经汇总发到您的邮箱里了。知道了。还有，童总，目前各个珠宝品牌都在为了下个季度开发新款，而且有消息传 KAO 珠宝很有可能入驻国内，如果消息属实的话，会对我们繁衍产生冲击。打擂台有点意思，具体的对策等我回公司再说。好的，童总。童喜，有空的话我们通个电话吧。昨晚那个电话什么意思？竟然要我同意齐思乐在我店里工作。在电话里面不是说过是巧合了吗？巧合？我看是弄巧成拙，他就不该出现在繁艺。谁不知道我之前对你有感情，他天天在我面前晃悠是想给我难堪吗？这不是挑衅是什么？你之前不是也经常让思乐难堪吗？我有像你这样冲到你的办公室里大喊大叫吗？我就是不想现在的情况发生在思乐身上，所以提前通知你一下。宋浩宇，我就放下感情不说，齐思乐他懂珠宝吗？我凭什么让他在店里？你知不知道在繁艺工作对我来说意味什么呀？我希望你能支持我。你们店长既然雇佣了他，我相信他的能力是没问题的。跟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只是以我个人名义，我希望你可以帮助我，让我太太在你店里安心工作。你和以前不一样了，以个人名义请我帮忙，这种话你从来不会对我说。那我就当你答应了。今天会有个大客户过来，如果他能从于小姐手中拿下一单，我就答应让他先留下来使用。还要和宋总说一句，你挑女人的眼光太差。我觉得还不错。齐思乐，我只能帮你到这了，后面就看你自己的了。于小姐好。于小姐。这手艺还不错。哦，谢谢，于小姐喜欢就好。我这次来呢，是因为我要结婚了，所以为了搭配我那套定制的婚纱，特意来挑选一些首饰的。啊，好的，明白。您稍等。于
小姐，这个冰种腰紫色翡翠在市面上最罕见，我特地为您挑选了一套粉钻项链，很衬您的品味。这套是塞拉里昂之星，都是好东西啊，可是我不喜欢。于小姐，这套矢车菊项链希望您喜欢。他们都恨不得把店里最贵的东西拿出来让我买单，你怎么选这个呀？新来的吧？我是看您肤色暖白，适合冷色。这个不错啊，我喜欢。那我可以帮您试戴。我是说你的胸针。啊，谢谢。这个多少钱？我想买。啊，不好意思，这是我自己的东西，我不卖的。那我要是偏偏就喜欢这个呢？